你如果跟着我，选择做个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如果选择做个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有。你自己选。男孩，我要做男孩。酒店旧同城，安心预定，退改无忧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年轻人偶发胃不适，轻症用轻药，新三九胃泰邀您观看胡珠夫人。细胞级修护，预约年轻肌存锌全新璀璨系列，邀您观看胡珠夫人。阿爹刚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？记得的。你只要一潜下去，看到那个漂亮姐姐就把她拉上来，她会给咱们好多胶珠的。有了这些胶珠，咱们今天的供珠就有着落了，知道吗？嗯。阿爹，祝叔，金叔，我先下去了。还是。怕不怕？阿爹不总夸我是村子里游得最好的孩子，我不怕。
就把他拉上来，他会给咱们好多胶珠的。有了这些胶珠，咱们今天的供珠就有着落了，知道吗？海氏，海氏，来，我给你解。九珠，九珠，阿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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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沙子都比这个大，这也配叫珍珠？二爷饶了我！你们这些个偷懒的刁民，来人，全部上交了，把他们都给我带走。是。我丈夫和女儿出海去了，会带珍珠回来的。我这样杀好的胶珠，还是回来了。是海市，太好了，我这有最好的胶珠，有珠子了，有救了，就他自己，太好了。他爹呢？阿柱和阿金呢？是啊，你爹呢？自己回来了。哎呀，你金叔呢？你柱叔呢？一起出啊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他们都被绞杀给吃了，被绞杀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珠子呢？哎呀，怎么会呀？这怎么办呢？珠子害人呐！不能扔下我！孩子他爹，哭什么哭？这嗓子，咱们的好日子要……一帮贱民，吵死了！再吵，把你们都抓去给绞杀！兄弟们。你们可看到这儿有胶珠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破村子，珍珠都没有，哪有什么胶珠？啊！把村子给我烧了！除税是陛下的旨意，交不出就卖了当奴隶。谁要是反抗，那就是造反。还是放开我！快走！别跑！那边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海市。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都中吗？你能保住我阿娘的命吗？我保证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。先生若真能保护我阿娘和村子里的人，我就跟你走。你如果跟着我，选择做个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什么都没有。但如果选择做个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什么都有。你自己选。男孩，我要做男孩。跟我走。
师父，当年在红药园十万乱军中捡到你，你的眼神也是如此。是。转眼间就四年了。是。他的眼神同你一模一样，只要加以引导，将来绝非池中之物。安顿好他娘还有村民，让季风馆的暗线调查那些官兵的底细，追查沿岸所有珍珠的去向。是，师父。去吧。做噩梦了？嗯。还在车上。你帮我裹的伤。是。这些我以后都会报答你的。嗯。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啊？你怕？怕。别怕，睡吧。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，邀您继续观看《狐珠夫人》。白布穿杨啊，陛下好剑法，好剑法呀。这山林里本该有百兽，你们赶不来老虎，赶不来熊皮，就给朕弄这么几只野鸡和兔子。这是因为陛下乃天命之子，威严如此，百兽都不敢靠近了。既然赶不来老虎，赶不来熊皮，那正是这些飞禽也没意思，不如你来充当活物，在场中纵马，朕来射你的帽子。哎呀，陛下，哎呀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求陛下不要再捉弄奴婢了。朕最讨厌人说谎。哎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呐、啊，奴婢万死。陛下，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啊。赶走凶兽，这是围场百十年来的规矩，都是为了陛下的安危着想啊。再者，更是怕夷王余孽借此生乱呐、啊。朕就怕他们没这样的胆子。甚好，朕就在这儿等。陛下已出宫，带人去围场狩猎了。什么？
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前面便是天启城，你可以打开帘子看看。都是树，我们还有多久能到都城呢？约摸半个时辰。先生，那里有两匹马。公马。停车。发信号了。指挥室的信号。七角围场，信号会暴露我们的位置，立刻骑马带他走。是，先生。这还没过几个清闲日子，回来的倒快。以王殿下复仇，受死吧！还是那么不仔细，又弄脏了脸。知道你爱干净，这剑我暂且不拔了，省得又溅你一身血。留活口。是，追。陛下，哎，陛下，哎呀，陛下，您受伤了。陛下，奴婢罪该万死啊！入睡是陛下的旨意，谁要是反抗，那就是造反。指挥使伤势如何？陛下平安，臣无忧虑，心中自然自在。天下离前，皆托于圣公。陛下不要再如此犯险了。啰嗦，这不只是臣一人之冤，而是子。他就是帝婿，害了阿爹和所有人的朱睡就是出自他手。我刚刚竟然救了他。
快送他回去疗伤。不去，扫了整夜的兴致。回宫。先生，稳着点，快稳着点，小心。哎，不要耽误救治指挥使。都给朕退下。您的剑伤。都给朕退下。是。医官大人可有把握？毒性尚在腠理，需立刻将旁边的皮肉弯曲，否则大人危矣。这个方建明，先生，你一直在这儿。嗯。昨日你该看出来了，我是暗卫营指挥使，在我身边危险重重。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我说过，等我长大了要报答你。人不可言而无信。那就随我来吧。向指挥使行拜师礼。先生，请喝茶。还叫先生？从今日起，你随我姓方，我是你师父。师父。起来吧。昨日陛下围场遇袭，臣未能随驾相护，请陛下裁处。昨日朕也是一时兴起，没有通知苏青，不知者无罪。苏青，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暗卫营秦道的遗亡余孽，届时都会转交于你。之后这担子还在你的肩上。谢陛下。除恶务尽，一网打尽为宜。苏青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先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大人，夜已深了，不如明日再看这些供状吧。这些被俘的遗亡余孽还真是嘴硬啊，尽管刑罚用尽，还是没有交代任何重要线索。若不能将他们隐藏在外的人全部擒拿伏法，怎么对得起陛下？
禀告将军，有人将两名夷王余孽丢在府门外。启禀将军，人犯还有气息，看样子是被人打晕的。将犯人押回，好生审问。是。师父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师父交代的事都办妥了，特来复命。嗯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你的师弟，以后你们二人也好有个照应。是，师父。师弟，师兄，别师兄师兄的，听着多生分。我早就想有个弟弟，从今往后你就叫我哥哥，咱们啊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嗯，哎，师兄，你见到我阿娘了吗？她一切可还好？怎么又叫我师兄啊？你阿娘一切都好，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她让我告诉你家中一切安好，让你安心跟着师父好好学艺。这是阿爹阿娘用了一辈子的鱼梭，谢谢你，哥。要谢你就谢师傅吧。这季风馆你可待得习惯。哥，这里可真好。每个字都有它的价格，还需要写得有筋骨。因我已无旁骛之问，一时分寸的针妥帖我们。凉风细月推住门，空荡不恨，这现实安稳太适合牺牲。见我已万裂的天真，几种拥伴隐忍。这里是你的七寸，行军之道，动辄千万性命，不可随意造次。百尺子骨骼，思念到不必借你回应来傍身。再来。当时风花和影视行时辰，何故要换作风。都过去了，又做噩梦了。像在丹青的城，篝火林笔墨的人，身体微向前倾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放。我学够了。扁舟一粟，自在几步。此间荒芜，愿两人有傲无度。路可江可湖，只要能奔赴。赤足投身你的云雾，若喜欢是贪图，谁饶免俗。师父，不要躺在石头上睡觉，回自己房间去，这样容易着凉。师父，再来。谁要免俗？听世间草木说心间。早去早回，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受伤啊！
你要记得早点回来，海师一定会在这等你的，师父。海师放心，师父不会受伤。师父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嗯。师父，早去早回。可否用灵魂相认？望你余生涉水而去的孤独，就不要只与我在的篇幅。您今天一定能回来，我给您备了参汤，我给您端来吧。不必了。师父，您受伤了。把门关上。嗯。我是叫你出去把门关上。啊。师父。师傅，我看看您的伤。师傅伤得好重啊，我帮您上药吧。你忍着点啊。师傅，您以后进宫当差，还是把我带上吧，多少有个照应。你就这么想进宫？师傅，咱们济风馆本来就是陛下的安慰营，我早晚要进宫当差的。而且以前呀，我年纪小。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弓马娴熟。再说了，晚去不如早去啊，你忍着点啊，省得每次我都要在家替您跟卓英担心。师父，不如您现在就安排我进宫里当值吧，我先去熟悉一下环境，日后为您效力的时候才能更加得心应手。等你长大了再说。师父，您敷衍人真是越来越不走心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只用这一个借口。指挥使，进来。指挥使，立刻把消息传出去，即刻行动，不能耽误。是。将军，通平城一战之后，您可是青云直上，威风凛凛啊！哼，果然是夷王余孽啊！奈何苏将军眼瞎耳盲，仇人近在身侧，却全然不知。你的主子楚仲旭就是如此宠信于你，直呼陛下名讳，杀无赦。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？我极力师为夷王复仇，便早知有今日。但是害你父亲惨死的方建明，他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在楚仲旭的身边，戴着白银面具，无恶不作。浅薄谎言焉能骗我？几年前围场行刺，方建明面具跌落，露出真容，我是亲眼所见。
难道苏将军未曾见过那白衣面具之下是何人？看来你的主子对你也不过如此。查仔细了，一个都不准走脱。是大人。右路军提前冲锋了，右路军一动，夷王便知续王策略，倘若直攻而来，我等势必不敌。杀！方海市，哎呦，改姓子了。平素给你公家的款，让你买点好吃的，都跟要你命似的。今日怎么了？海参炖人参，够不？哎，让你吃了吗？你就动。干嘛？这些都是我给师傅准备的。哎，师傅有，我为什么不能吃啊？你受伤了吗？你去奔波了吗？你执行任务了吗？师傅受伤了。哎呀，方海市，平素里我受伤了，也没看见你做几个菜吃啊。你呀、啊，满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讨好师傅。我跟你讲啊，以后你可别让我陪你去教场，我就吃。哎，你走开。师傅。师傅。师傅，您尝尝这个汤，汤里面有海参，还有人参，是补气的。您尝尝。师傅，您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小伤。哦，师傅，海师做这个汤啊，大半夜就起来了，一直在厨房忙活。嗯、您看这个汤，色香味一形俱缺，实在是太难吃了。但是呢，看在海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面子上，您尝两口。师傅，您可以尝尝这个绿豆糕，是清热解毒的，还有这个青菜也特别好，尝尝吧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卓英今日不当值，那便考考你们近日的心得。啊？又让我给海师当陪练啊？师傅，是不是考核过了就可以进宫当值了？说吧，怎么比？咱们每人三支箭，最后箭靶上谁的箭多，就算谁赢。好。好，好，好！小姑的箭术果然了得。是啊，这箭术比当年指挥使也不遑多让。你取巧。没说不能射别人的箭呀、啊。好，
那再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又中了！师傅，师傅，指挥使，剑术只是技艺，人心才是根本。与其花心思放在如何弄巧，还不如端正心态，刻苦练习基本功。师父，再练。喂，傻了吧？师父的意思啊，就是你现在还不够进攻的资格。呸！哼。水而去。